系喺柬埔寨嘅球队当中咧，就中场领军人物啦。呢下咁近抽埋嚟，搞唔搞得掂？两下挡到，第三下挡唔住啦。好啦，1-1嘅比数，19分钟嘅时间。哇！97年出世嘅宝夫入去为柬埔寨射入嘅第一个入球。呢个波都系睇到我哋港队啊后防喺解围嗰度都有少少个慌乱啊。幾下都解唔到圍，嗱睇睇啦，係嚟自一個角球啊！一開入嚟嘅時候，前柱其實烏低身去咁樣解圍，跟住呢度，戴利奧已經係閂到兩腳，不過第三下咧冇計啦，都嚇俾呢個保夫近門啊篤入。阿曾 Sir， 呢啲就係可能係你頭先所提。